软功是少林功夫的绝技之一，它挑战的是人体柔韧性的极限。软功源于印度的瑜伽，但练习的目的却是为了提升功力，提高武功招式的精准度，让每个招式都能发挥更大的威力。只有从小修习童子功的僧人才具备练习软功的身体条件，这样的训练使他们的功力不会像普通习武者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年迈的高僧依然内功深厚的奥秘所在。